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但我不是要恶整你，我只是，当初我是真的想要追你，但是你又很排斥我，所以我才想。停，不用再解释了，刚刚都已经讲过了。所以，你现在真的喜欢上藤经理啦？在追我的期间，假装毕业了的时候。对啊。 我要跟我的朋友分享，我可以跟你合照，然后发给他们看吗？你放心，我们这个群组很团结，不会有人外流的。我就传上去之后就删掉。你留着我也没关系啊，反正既然爱了就要坦然，我不喜欢躲躲藏藏的，喜欢一个人又不丢脸。好 man哦！我知道我很 man，但是你不要亏欠太早，外面追到腾腾的，而且我还没有尝试过追过一个男人。 所以想要请教你一些方法，给我一点建议。当然没问题，我一定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把我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你。我的朋友也会帮忙，那就拜托你们了。等到我追到之后，我一定请你们吃饭，好好感谢你们。不用啦，你感谢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追到藤经理 ，fight， 来拍照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 好，第一步买藤经理喜欢吃的东西讨好他。有道理，走。然后啊，我跟你讲，接下来呢，你要有一种出其不意的感觉，让他觉得。你们两个讲悄悄话排挤我，结果我不计较，还买点心来给你们吃，够意思吧？来，你的栗子蛋糕。这家蛋糕店的蛋糕很难买哎。 为了腾腾，没有什么是难买。好久没听到你这样叫他了。怎么会？我虽然没有说出口，但是一直在我心里啊。你是咖啡喝多了，咖啡因中毒啊？不是，是我的人生豁然开朗，终于找到追求的目标。而且，我还跟美方达成共识。嗯，原来是跟美方更进一步了。 你要这么理解也是可以啊。看来我们之间的尴尬消失了。尴尬？有吗？哪没有啊？你前几天一整个晚上都没回家，还不是因为尴尬？我还特地上网订了温泉饭店，想拉你一起，想说来个坦诚相见，一路共度。泡温泉？好啊，我喜欢泡温泉。 多谢，我太累了。男人不能随便说不行，持之以恒，另外一半才会幸福。经理，你体力实在太好了啦，有那么多汗，一整个散发男人味。你干嘛？男人瘦瘦不行啊。可是你身上男人味真的很香啊。 因为我有秘密武器，喏，这个 Manful Power 可以长时间抗菌，去除身体异味，味道还是用法国顶级精油调制成的木质调香味。怎么样？不止有喷雾，还有保湿肌肤的洗浴 mousse， 除了洗澡，还可以洗脸，干爽不油腻。哇，摸起来真能鼓励味。 不要乱碰！经理，好消息啊！我们之前积极洽谈的那一位陈董，愿意把国内和海外的婚礼都交给我们，这下子这个月的业绩肯定可以拼过业务组。
不接。不接，经理是之前一直对我们爱理不理，但签约之后业绩肯定会震撼公司的那一位陈董。哎，不管之前我多想要，现在我都不要了。为什么？这业绩要是成功了，会有很多的奖金呢。奖金？奖金可以下次再赚。哎呦，经理，你怎么可以忍心自己帅帅的，又不让我赚业绩奖金？还有，我之前下的5000块的赌注都没了啦。不要说我对你不好，这个送你，让你帅一下。还有5000块我也给你，反正总而言之，就是不能抢了另外一半的风采，就是铁律。另一半？你不是单身吗？很快就不是了。这么完美，他一定会喜欢的。搞什么？传这种照片给我干嘛？